各位同学大家午安，又来到我们的与钱同行哦，选股真功夫哈。那目前这是我们的盘后的，就是好，我们叫盘后的节目。那盘后的节目，大家当然预期在想台积电会怎么样，当然它答案就跟当初哦的魏哲家属说的是一模一样，没有什么改变，所以它就如预期嘛。所以那当然它的季节是一定要，第一季本来就是电子股的淡季啊，这也没什么的啊。那股价中场的时候它收在800，刚好平盘附近，都是合乎预期的哈。所以这样行情持续什么，就是人家给你打暗号了嘛，它涨了88点，88就是被火力发发了，你看得懂吗？所以这行情就是要发发了。那接着当然老师双响炮是谁？昨天整节目要不要重看一下？因为老师你现在本身早上都不给我们录盘中节目，哪有时间录？现在我们现在在快速赚，包括标股，你一档接着一档来，而且那些股票都是你曾经认识的。那双响炮里面，因为今天很早，它就全部涨停板。那当然，其中一档就是国统嘛。你昨天没有看我节目，我没跟你讲国统。那我们会员根本不要讲，而且我们的 call 会员的讯息哦，都不是哦一个买一档啊。因为2000多档股票里面，你每个买一档总是会中涨停板的股票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全体会员都是一致的。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是我们会有些亲自哈亲代，包括特别的，当然会特别的什么，给人家 special 一下啦。那么普通会员，你参加我普通会员一样，什么也是笑眯眯啊，就看你买多买少啊，看自己的意愿啊。这个本来就是个人的意愿，所以我说我们的会员很简单，就亲自特别的普通会员三种会员，你参加任何一种会员，我都很欢迎你。但是最不欢迎你是什么？想要免费的资讯，老师，我你先搞报名牌一下哦，我明天再参加。如果报名牌，今天早上两档股票9:18就涨停板，双响炮，一档就是8930的国统，一档就谁？老朋友嘛，你们惊喜哦，尼德科超重，当利多见报时，他已经第三只涨停板了。不是现在跟你讲的吗？还有没有像尼德科超重股票？你可以领先卡位布局，连亚洲最大尾的也已经涨停了。亚洲最大尾，先猜猜看，等下再跟你分享啊，他是谁？他是亚洲熊大尾啊，涨停啊。当然说哦，老师，涨停板加入这么多，对啊，这么多，你哪很多人还赚不到钱啊？你有涨停板的股票吗？而且是事先就买上来的，我还有涨不停的股票。涨停板太简单了，问题是你要买的股票马上涨，的确，因为你要补一些你之前没跟上脚步嘛。那大盘涨了2万多点，持续已经暗示你它就是要持续什么发了嘛，你要看得懂啊。那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台股持续在20000点上下，还要整理啊，太感谢了。那台积电法说会就是一样嘛，就怕它不下来嘛。下来嘛，就站在买方，就对我认为应该有机会上下震荡了。上下震荡要找机会哈，说台积电已经不重点，业绩已经跟你明显的告诉他好的不得了了。那接着当然我们接着要看一下，IC 设计档系统，你总不能忘记它吧？4月10号就可以了，到73.5，今天安尼偌侪钱，你自己看一下。一张就是23.7块了，23700块啊，10张就是23万7千，可以持续的放在口袋里面，很安心。所以这速度不是最快吗？你看这种直线上升，这速度不是最快吗？中场在哪里？还是一样来吃70块附近呢？啊，涨多拉回休息给人家卖一下会怎样？很好啊，但是这个就持续的创新高。这个哈、有些事情呢，你要早一步知道的话，你早就应该买系统，买到很低了，买在29块。那是跟你讲到最佳买点，等很久，你往后看3个月，想买底部很简单，跟着我就对了。
而且股票持续吗？我的股票不用换来换去，时间到了它涨到还加息啊，真的吓死人了。真的很多人还是跟我讲，跟我说老师，你真的比那个算命的都还准呢，因为他厉害，也还好吧。这个行情就是抓对方向就可以啦，算命的都还没我准，真的比算命还准。哦，所以系统这个地方当然很开心哈，很开心看它持续涨。最重要的是我该加码有在跟你做加码的动作。8月3号的时候，我告知你之后，这张股票开始飙上一涨停板的时候，那才20-30块，现在已经70几块，它涨了一倍多了。所以今天涨这种涨1倍2倍股票，那根本是桌上的水果拿起来吃就可以，太简单了。那系统当然最重要，你要知道，早知道它背后的缘由，就当当初我告诉你安国为什么它会涨，神都我没跟你讲过吗？这两档股票现在多少人还在围绕在这两档股票上面？但这两档股票是谁告诉你40-50块涨上来？神盾也是一样啊，都是一样，这都是矽资材的转型啊，所以系统接手了联锦，那当然没话说啦，今年的矽资材当然是发啊，所以已经暗示你要发了。那系统涨了一段，接着这一段你要复制成功的经验，就跟上就对啦，跟上就可以啊。老师讲公共系统，我真的好心动，可是我就买不下去。对啊，但是有一天在50块附近的时候，你也不见得买得下去。你会想啊，你会想东想西啊。那时我已经卖在30几块，现在还可以买吗？我这个股票，我们这是什么？一生只有一次，百年难得的大行情，你要给它全部一次把它弄回来了。49.8买的。只怕你不敢买了。如果像哎呀，现在我早知道借钱去买多一点，啊、的确，但是这个地方到今天的话，又20-30块，10张嘛就多23万哦。所以有时赚钱也是嘛，就是要跟对真正早知道的人，还有他的方向不能弄错哈、哦。你方向错的话，因为毕竟他这种股票都是什么，都感觉非常的强势，然后说好涨好多了。你从20几块涨到这边，当然是涨一倍多，你也觉得涨很多。现在你看到70几块，说哇，涨更多，涨2-3倍。但是你敢不敢买啊？9:05，哎，你看清楚，我们的扣讯是全，就是普通特跟轻嘛，就是全体的会员一起做动作。那当然有些会有 special， 我们特别会叫他什么，叫他特别交代他，特别交代他买多一点啊，买100张，买200张没关系啊，量这么大，对不对？会告诉你它的秘密武器在哪里，因为它会大涨。所以你要是有一个真正能关心你的，永远把你当做他自己的好朋友，永远把你站在同一边的。那当然，普通会员有人买很多，有人买一张啊，老师好可惜哦。那所以这个当然是没话说的哦，一定会有赚钱。那特别会员部分的话，我们也是有特别人在清代的。所以所有的会员都赚钱，大家不然不东一档西一档啊，乱七八糟，到最后你就一场空。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这个字，买什么买会涨停涨不停的就对了。这张股票4月11号53块也很好买，也没有马上大涨。很多人哎呦老师啊，2-3块钱会不会没马上跌下去？我还怕它不跌嘞，不小心就等下涨停板了。在涨停板过程之后，我们就告诉大家，这张股票当然现在目前已经超过40%、50%了啦。所以领先市场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哦。这两天很多人在涨系统，但是我已经从系统里面延伸到哪里涨给你了，大头嘛。4月11号到今天4月18号，严格说的日子，说实在过了也蛮快的哦，一天过一天，很快，没几个交易日而已啊。系统买不多了，我们在加码赠送买大同。这张股票大同有没有大涨？应该有吧。我看点哈，大同全体的会员都是全体的会员。你说老师你好，你怎么都这么简单在操作？
这样子最简单，一体同心，你会赚更多。差别在哪里？我们会跟你背后的缘由，当然会花很多的时间，因为毕竟很多河粉到现在还是满手套牢的股票，一直不愿意换股。常问我说，那他股票什么时候轮到他？我说轮到他的时候我帮你买回来好不好，你先把你的钱好，如果有新的资金先做新的动作可以接受的话，当然我是最高兴，就买大同啊。因为有老师，你大同以前讲很便宜，才二十几块啊，不是一样吗？但是最少你看到四月十二号这档股票，我们已经在分享第二档标股给你的，所以不要等标股涨停板你再去找标股，你要事先把标股买好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系统跟大同现在这两档股票经营就赚的蛮什么 ，Michael 的，应该最少都有三成，应该有了，一定有三成，因为大同本身的话，今天也持续的上攻。那当然，它这个跟进来的桃园的跳电有关系，今天又跳电了哦。所以啊，大家都认为这个我们的电网哦，这边太老旧了，一定要好好把它什么把它更新掉。那当然呢，这个地方它刚好抢攻了。当台湾这个地方大家都在重电概念股这边还没有结束之后，之前都还嘛，大家业绩在接到 Michael 的时候，他已经接到美国的电压器的市场的订单了。大同四月十二为什么买大同？就这个原因啊。那时也是五十几块，五十六啊，五十六点三啊，到这边也不错啊。虽然没有系统多啊，但是它还有资产呢。资产股如果一旦发酵了，哇，那不得了啊！因为这个毕竟这个股市这么强悍，强棍哦。未来它的健康的轮动之下，像大同。它是不鸣则已，一鸣会惊人的。多少五十几块的股票涨到不可思议啊！其中一档有没有去年1519的华城？现在不过涨这样子，但是这个钱要能赚尽量赚哈，不要那这个地方要怎么说能赚尽量赚？你要跟上嘛，跟上之后，而且我们有 call 讯为证嘛，56.3，四月十一号。我们告诉我们会员，还有另外一档股票，四月十号也涨停板，哦，涨到现在，哎，我记得这前两天刚好有一个中东的，刚好我休息人不舒服休息的时候，有一两天的时候，那天跌800点嘛，现在我也蛮忙的。那一天本身我们的会员都还在加码，还在加码拉回买大同，大同还买58块、59块，买不到56.3。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要珍惜哦这一波的行情，一直跟你强调简单一句话，百年难得一见的行情，它会走30年，就是不会跌啊。30年行情说哇还不够久啊，所以你大概这一辈子就靠自己拖啊啦，不用去靠什么买房地产啊房子啊，我要过什么都不用，股市的钱赚到让你什么，让你手都会什么，都会手，人家说手抽筋啊，会，哎呦，我数钞票数到手都酸了，真的。你要多赚一点啊，这个钱哦就这么简单，56.3，啊你不赚我也没办法，因为很多人到现在还是预设立场，认为这行情涨太多，但我告诉你，这行情价，他就怕他不大跌，我就怕他再有机会那个回到那个大跌800点左右，中东情势紧张。前两天礼拜一礼拜二你会不会买多一点啊，我是有啦，啊你是不会买多一点，四月十二号也是要买到这边啊，涨停板啊小赚啊，结果接下来嘛礼拜一礼拜二还有低点57、58继续买。好啦，就这样，这是我们给我们会员的一个欢度中，但我们有会员敢讲说你们有些有多买的齁，想当冲的都多卖一点给自己啊，犒赏一下自己也没关系，因为股票只要是对的股票买多一点就可以多赚一点，做价差啊。
啊，买少就没办法。像这个朋友是，他就少钱，我们都这样带他，哎，五张七张，哎，因为套牢股票没有钱了，七张五张买的时候说没关系，再买一次做价差，57.2到59.8，还不是一样赚涨停板。多买的嘛，那做价差才有办法做价差，你没有多买怎么做价差？好，所以接的，当股票大同跟系统未来会怎么样？就怕它无大跌，剩下我现在是股票真的哈，每一档股票都事先有告诉大家了。那你说老师，你为什么股票都可以这么早告知我们？因为我认真，包括我们知道一个趋势的方向，这不是单单靠何怀真一个力量，你要感谢团队本身给你层层的做把关啊。这是什么？余德科超获得美超为 AI 伺服器水冷模组的大订单，扩产10倍。这个讯息是今天才有，4月18号热翻天。你就不相信我？等到涨停板说，哇，老师我厉害。你看今天这个新闻财报啊，财讯快报告诉你啊，从月产能这个地方200台左右增加到6月份。10倍，2000台，2000台，这很可观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尼德科研明这一次的水冷模组的扩产是为了什么？美超微的采用。那美超微现在在目标价给人家提高到1500块美元呢、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新闻值不值得你早一点来找我啊？你现在会不会觉得很捶心肝？老师，我哪会知道那时他就觉得哇很恐怖的。我跟你股票在底部的时候，哪一档股票不是就是骗到你不敢买，只有我跟你拔心肝告诉你要买。所以没搞在这种地方，你知不知道这个讯息啊？我早上我有跟你讲啊，今天连续3次涨停板啊。最重要的是我在它没涨上来之前的时候，我就一路有跟你谈过这家公司本身不得了，他以前叫超重，后来日电把它合并，也有未来的嘛。果然利多在后面，包括他三只涨停板的，今天是第三只涨停板。但是想想看，双红这么强势，实际上真的最强是尼德科超重，因为他没有利多可以涨这样子。那这利多一旦出来，那不得了了。10倍数的成长，吼！你看看，你它是不是散热模组的？所以散热不会只有单单双红这档而已啊。如果你严格说，你看到双红涨那么多的时候，我应该选到一档，未来你也会让你成功复制成功的经验。好啦，差不多这样子啊。大字报写这么清楚，再一次机会给你，你会重压。人生你会就这样，这一拖就够了。差不多到现在连续3次涨停板才有利多，我那次还没有利多就告诉你了，亲爱的投资朋友。所以很多东西都早知道，到现在我还有很多股票，我们的规划的过程里面都已经，就像操纵那次这种股票，有没有？我们都有一些知道背后会有利多的股票，但是我们不方便说，因为公司没有证明，我们不可以说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你说公司没有证明的事情，你要怎么去找知道？那等公司告诉你之后，哎，对，两样情，你又买不到，我又买到追高，所以这个地方就知道就不知道，知道就就你知道找我是最好的，你不知道找我最好，你也要知道有关系就是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哈。希望你了解当初我们在规划操纵的辛苦，不是背后的辛苦，不是你可以想象的啦。那为什么我们那时候要跟你，我们怎么我们已经暗示你这么久啦、啊？那公司有没有发布利多？我可以领先公司发布利多吗？那我以后我还交什么朋友啊？跟你讲，2024年的大赛之一，12月9号，有没有开心啊？它有利空嘞，去年嘞，
被剪掉调查，公司没事没有事安心，结果不小心跌了一波在118点，多少还没吃香，他一直剪一直剪一直吃一直吃啊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所以你要这种讯息，要能这样，为什么你的股票这么要紧？那等下利多见报的时候你才知道嘛。难道你的科超你有的不能卖？它不会跌，它刚刚发布利多，已经升涨停板，而且都是直接跳空开盘，什么，你就继续睡觉就对了啦，反正不用上班了啦，就已经收盘啦、啊，跟我连看都不用看啦、啊，大盘怎么震荡，跟你没关系。好，这都是今年还可以买的133，有告诉过你啊。好，是不是 NIDEC 尼德科？我那时候提供一些讯息给大家啊，3月6号，而后我们买在这边啊。那时跟你讲的时候比较高一点呢、啊，那你不要它啊，我们就给它全收啦、啊。哦，那当然，如果你有听话，我们也是恭喜，因为河粉有些会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是在于说我们的诚信，你可以一样可以赚钱，真的一样可以赚钱。只是我不希望，如果你的钱可以变很大很大，那你赚一点点那就太可惜了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。希望你利用这一次很难得的行情，一生只有一次，你就要一次把它拼回来，弄等来。这之前的，好，昨天又送你一档国统，啊，今天有涨停板不？早上有没有低点？应该有吧。今天可以现买现赚涨停板，要闭着眼睛9点钟买的话，就还可以涨停板。哦，所以说你抓对股哦，跟对人的重要性，他这种股票今年也是一个大菜啊。所以有机会你还再多注意一下8936国统，毕竟他就是我今天要跟你讲，昨天还跟你讲，还告诉你我们会员本来就有买，而且利多也在这边，很简单。就跟台积电有关系，所以很多一些产业面的分析题材你要很重要，你不要随便轻易去摸底啊。为什么我会摸底？因为我知道它一定会涨的，但是不能告诉你为什么。等到公司既然会有一篇很迷人的报告，会在未来跟你报告，就像进来的国统也告诉你的啊、哦，告诉你的，有没有这么巧？他告诉你他的利多今年。公司 AI 发展也将由水资源来冷却资料中心的热度，它也是 CoWoS 里面本身的先进封装厂里面，它本身最需要什么东西？就是降热嘛。那当然，这个水源呐、啊，自来它比自来水还要干净的，所以它今年订单大到不可想象，就国统。一档水资源概念股也是台积电相关概念股，啊，今天就这样子啊，买4月16号那天买79块啊，啊，很多人还是很害怕啊，甚至有人就问我说，老师，那看起来行情不好，要不要当冲啊？随便当冲当冲了，而且我有会员也没把它当冲掉，因为我专门把它跑掉，哎呦，真是啊，早知道不要跑掉，我。所以这有时候就人性啊，所以倒不如不要看盘，等我通知啊、哦。但是毕竟我也给大家一个观念，赚多赚少没关系，最少你不要赔钱，你要买会涨的股票。那么这样子，49块一买它就涨，股市最安全入就嘛，就是我们与钱同行，选股真功夫啊。哦，79块都还在买，而且来哪里？这差不多这一不小心就要来3字头了，还很便宜，现在还算便宜耶。连涨停板啊！那天刚好是我们就挂，我们早上哎、欸，我们这一份资料早上10点17分，全体的哦，会员挂的哦，然后79块就乖乖的尾盘下，因为大盘大跌，然后乖乖下，我们就乖乖买到，涨了一波又一波。那这个86.6，今天实际上早上如果你去挂的人，你一定买得到，啊，马上就赚什么？赚涨停板。哦，说买对股，他这今天才刚开始嘛，第一次涨停板而已，才刚在出发、哦，所以你要买就是涨停板涨不停的股票，你要找谁？你当然找亚洲最有力的人士。
这不是吗？那老师啊，双响炮就是他们两个，对呀、啊，当然他们两个这样股票，就我昨天才不是跟你提醒了，恭贺国产跟尼德科操纵，双双9:18就涨停板。啊，亚洲最大为谁？我们会每个人嘛知道，亚洲最大为好吧？这亚力是去年的到今年都持续什么？虽然今天曾经好像差点要跌停板，会不会怎么样？哦，回到76给你买吗？你自己用都不用用大脑想，用小脑想就好像都不可能的事，还亚翔可能吗？那跟亚洲最大就差差谁？亚洲最大尾的叉叉股是谁？啊，大雅啦。啊，老师，我有猜到嘞。对啊，两天两只涨停板啊，不错啊。大雅是不是亚洲最大尾熊大尾？它、啊、也是重电概念股啊，主流标股买会涨停股，涨不停。4月17号昨天就涨停板，我们还盖牌。今天你持续。哦，我们昨天买的啦，那今天持续什么？持续赚啊，赚啊，今天也是涨停板啊。而且那时候去年10月12号，我就在规划这档大亚，它历史高点是229块，不能开玩笑。这种股票实际上它未来的进步空间还很大哦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就是不要买茂迪嘛。我那规划就是大亚要抱住，还会大涨。那大雅本来是120块股票涨上来的，历史高点是229块，今天已经来了64.7。哎，所以说有时候股票说好赚也蛮好赚，你真的不要让钱不断一半的让我们的会员全部赚走。你喜欢标股，你不要等到标股涨停板。那个股票是你的，那你那种感觉就什么非常开心，所以市场的资金都非常的充沛，都在找机会。你只要专注市场的动向，当然我们就可以找到上涨的股票。把战争、通膨挂在嘴上，对投资是一点帮忙都没有的。哈，记住哦，中原投资朋友，你要记住，什么战争啊、通膨啊挂在嘴上，真的没有意涵。你要赚钱啊，吃饭才重要啊。所以啊，错过我们亚洲最大尾的大尾大亚，实际上我们现在目前哦，股票我们现在速度都蛮快，就是快速赚嘛。那错过亚洲最大尾的，你从这个地方看为什么我们的股票跌跟市场上非常的不一样？那你就只能买跟上我们，所以我的股票都有领先告诉过你，我股票不是马上给你拿到，像大亚。现在是跟你盖牌，是告诉你它亚洲最大尾。实际上我那时送给你的是你不要它，去年10月份还送给你20-30块而已，结果今年有大尾不？那明天的下一档就是明日之星，明日之星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股票？当然就是你只能跟上我明天的下一档啊，因为今天双响炮已经涨停板了、啊。哎，你动作要快、欸，我们现在的股票真的都是快速赚呢、欸。你看今天。国统是一开门就涨停板，没多久9:18涨停板。尼德科操纵，利多见茂更不要，更买不到。亚洲最大尾是涨停板，系统包括大同这些股票都近期都是很，我们不是股票很散，都是全体的会员同样拥有买进，一样拥有买进的股票。不会说东一档西一档，离一档，你这样子的话，一体同心账，你才会赚大钱。所以明日之星，你如果买我们的股票，国统买太少了哦。包括亚洲最大尾，你猜到叫大亚哦，你手上有，谢谢哦，恭喜你哦。啊，没有也没关系，你就买我们的下一档，买多一点，集中火力买这一档股票，不要等我又打开来之后，你又说哦。老师，怎么他又涨停板了哦？不要说我没有特别告诉你，所以这个电话对你很帮忙很大，0800-3888。我们这个月只推一种方案，4月主流标股，好，重点在4月主流标股，就让你快速的获利，快速的获利。所以
不要等到标股来找你，每个人都喜欢标股哈，没有行动，你有没有去行动它？你的行动就是把电话拨下来，或是你可以留你的电话留在你 LINE 上面，我们自然会有服务人员主动找你哈。这个地方，你说老师留电话给你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没有这么严，给你卡点位哦。你想要赚钱，务必要行动，把电话留下，或自己主动打电话0803788888，自然明天的明日之星。绝对也不会失望的啦，哈！这我们股票现在行情根本就是要涨到哪里去，不用去预期，反正我会让你跟上，否则你哪有钱放在口袋里面？好好的自行做把握，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。那要再声明一次啊，请你们不要去为了便宜啊，什么很多人告诉你，哎呀，你来，我先给你免费资讯各方面，我不做这种事，你入会。就是我责任开始，一定要把手续办好。很抱歉，这是我的个性，也希望大家知道，你要获利必须要付出代价的，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所以不要去做一些什么不明的资料，只为了说啊，因为他不用钱的，不用钱的最贵，所以请你严正声明，在被骗，真的老天爷都替你哭泣。所以，请你好好的开大门走正路，把电话拨通，打到电话亚洲投顾，早点把手续办好。我们盘中都很忙，既然为什么盘中都没跟你上节目，就太忙了嘛。所以，想要早知道我的未来的规划的方向，请务必早一点把手续办好。祝福大家操作顺利，明天见，拜拜。跌宕起伏的投资市场，你总是被割韭菜吗？选股操作的过程中，总是追涨杀跌，挑错标的。在股票市场中，我们拒绝继续当韭菜。获利是我们的目标，涨停是我们的期望。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，跟着强势股赚一波。让股市霸王花和怀真带着您与钱同行，